了，可不可以请问你为什么这么的坚持到底？所以你的问题为什么要上十四级？对对对。啊，请问你会不会继续上下去？会啊，为什么不上？那其他人有要问什么问题吗？有要回答吗？还是不用回答？所以你其他人有要上？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张？哦，怎么会？怎么会知道这？想上这样的课？持续上这样的课？持续？大哥有要问什么吗？你有不想上的时候吗？中间有倦怠的时候吗？有不想上的时候。有没有想说，哦，我不想去了，但是又撑着来？常常。大哥要问什么吗？什么动力促成你做这个对你的生命的影响，还是你会持续下去？我看你就这堂课吗？对我生命有什么影响？你会持续，为什么坚持这么久？是什么动力，还是什么？生命有啥影响？大哉问。直接间接是你本人请，就是说介绍推荐进来的人有多少？间接这好蛮多。他都是。他也是。那都是，我可以请问一下，这十期来一共有多少学生吗？那对，是间接直接间接从你这边进来的，这比例有多少？我没有算嘞，我没有算。不是我们，不是每次通讯录都是您在做吗？要回去看一下，没有记得那么多。哦，只要一个概念就好了，不需要很准确。就是每个学期总是有一些，对，或多或少，对，但是有些多，有些少。还要问什么吗？我们要聊天吗？还是他们走了，你会有些人就没有继续，没有继续下你心里会失落吗？没继续上会失落。对他如果选择不来了。你会不会很失落？这个要回答吗？这个我们要回答，还是说现在这样？不用回答。你会想去再去试着打动他吗？打动他再回来吗？一直都有。有成功吗？可是是做不一样的事情，就是我会一直跟旧同学有联络。我在想，全班的人只有我有这样做，就是我会跟之前的同学都还有联络。真的？怎么样联络？用 email？ 就是会，对啊，会丢讯息啊 ，Facebook 之类的、啊，对，或是有，譬如说我们校外教学每次有活动，都还会没有给干之前的同学，然后就会有人有回信说他有兴趣干嘛去读成那样故事或者。那这样要花多少时间呐、啊？不好意思，就还花蛮多的，所以有点累，有时候懒就没有做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我觉得好像要花好多。我们是不是要选三级了吗？还是？还没有，老师还没说要选。好了吗？什么时候要选期末？现在就可以选了。现在手机，赶快来，好了就赶快来期末。那你一模八题嘞，所以我现在选期末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有，你要夸胡那个问题是谁的？啊，关乎谁的？赵刚，那我问题太多了，赶快，你赶快。我不知道谁是谁，为什么上次是你问的吗？对对对，我好像很啰嗦。我知道这堂课是你问的。好，赶快。为什么持续上这堂课？对，为什么持续上？竞争吗？绿清静文章的文。我不想上的时候谁问的？你问了吗？周大哥只问一题，要不要在那个？
上会思路和不会想打动别人都是你问的。卢大哥，我再问一下，你也再问一下，你们三个都是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别的，问别的会怕，对啊，因为想问其他就会想说，你家住哪里是吗？对啊，做什么样的工作啊？对啊，兴趣是什么、啊、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你就写上去了、啊、反正都是你选题目嘛，对不对？工作兴趣，嗯，对啊，工作兴趣休闲嗜好，对啊，他们对你本人更有兴趣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里有遇过什么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印象深刻，你是指老师还是人那个同学？同学老师，对啊，有这么多老师来来去去啊。还有两分钟，同学也是来来去去，同学也是来来去去。对啊，很好的。前天很多公民运动嘛，哈、哦，我看那个 Facebook 很多嘛，什么大湖什么那个，还有其他。哎，现在最想要在做的是什么？所以哪一些？最想要在做什么？在关注的。社会还关进去，想关注的问题，就现在社会很多问题嘛，像九二出生很多问题。但很多问题，我知道你涉猎的那个面都非常广，我看你那边都有黄国昌的什么什么东西，我对你有看哦。还是我大概先来。哇，他对你很清楚。问题，你现在目前最想要做的事，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说，我们不可能我们不太知道，因为你涉猎东西比较多，你最想最关注的事。现在最关注最想涉猎的事。对，现在。上这样子的课有去参与其他的组织吗？好多，你就有参与其他组织。我说参与好多，他参加好多。不是活动的那层级，你可能去的身份，你是这个组织里面的什么一个工作人员？那你说干部吗？对，也是干部，我当很多志工，就算了。啊，你说呢？当很多志工。啊，志工。志工如果有 involve， 应该也是吧。如果只去一两次的话，就是或者是说，你我是想说你有没有比较拿核心的了，有没有核心的志工了？对啊，日川啊，地球公民，地球公民有这个。那赶紧写下去啊！哎，写什么？收集的我们题目还有没有？月饼，已经十二题了。已经十二题，好，那你赶紧选了给老师。可以选了，可以选了，十二题可以选了。最厉害的问题。老师说，老师你说要选几个题目啊？三个而已。三个就三个，四个就四个，看着组员。我们有十二个题目怎么办？那现在就要让我们自己讨论挑。那大家有？觉得四个最棒的，你们有四个人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四个最棒的。觉得有还蛮棒的，对生命有什么影响？哎，好，这个很棒。周大哥问。对对对，周大哥这个很棒。为什么要上十次吗？不是这个没什么原因，就只是觉得缺人，所以上。这是个原因。对啊，这是个原因。没关系，他可以不要捧场。好，你不觉得他很重要，你不用挑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是好，我就是讲不出什么很厉害的答案。还有怎么知道这堂课？怎么知道这堂课？因为就是做。中正纪念堂捷运站有放大社大的毕业，然后就一看到有这一堂课，尤其是免，然后说为什么要来上这样的课？因为免费。第一次来上就是因为爱贪小便宜，说免费耶，而且是环境大真功。因为我之前我的外号叫环保小尖兵，就是我很爱做什么，我强迫别人做垃圾分类干嘛，然后就那个，所以他们就叫我环保小尖兵，我就觉得环保小尖兵是不是应该来上一下环境大真功？好棒！所以就想说，哦，又是免费，就是实在符合我爱贪小便宜的个性，可以回收哈，又可以回收。然后有没有不想上的时候就当然了，就累的时候。好了，就可以来了，选好就可以来了。怎么办？我要学什么？就依你的直觉选，直觉，哎，大家有什么意见？你最喜欢的三个题目？就是怎么知道这堂课那个？就是纠结的东西。然后为什
么来着？是搞笑的。来来来，会不会什么？我挑四个我喜欢的嘛。那你们要共同挑，你们要共同的对 ，OK？ 对，大家共同挑。我觉得除了你挑五个。什么嘛，要参与讨论，有没有觉得什么来一个问题比较好？对啊，他那个时候就很好，直接来的学员什么十学期，有没有有人没继续上会失落？什么会想再去打，试着打动别人？工作兴趣休闲嗜好，印象深刻的老师和同学。对啊，对，印象深刻的老师同学很好啊。对啊。印象深刻，我要想一下哎。没关系啊，你只要写题目就好了。最想涉猎的是。对啊，对，这也是很好啊，嗯，对。可以。哎，对，那也不错。对对对对对。鼓励别人打动别人。怎么打动他们？哎，对对对。说明热情感动，大家来上课。怎么？嗯。来分享这个生命。那选一题景云就好了，哎，周大哥一题，宝宝一题，宝宝一题，然后深刻印象的老师同学，可是深刻印象我想想啊，印象深刻。都还蛮多的，真的，我那很困难。对啊，对啊，都很多都是偶像，就是因为很多偶像来持续上。哎，这个是原因。哎，对对对。嗨，小季，来我们这组快。哎，还有个那关于吴静文，好，有没有参加其他粉丝还是什么？对他刚问。因为景也有，我们现在他是我们的组长，那我们以他为中心，嗯、我们访问他，他对，然后他现在伤脑筋，我们问了12个问题，他要选出三个而已，选四个，嗯，四个，选四个吗？来选四个还是三个？四个，有四叫五个，我们现在变五个人了。好、啊，那就再加一个。再加一个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？就关于我。因为他是我们十组，他是十个学期都有参加，是开国元老，所以我们就问他，哎，我们就访问他。啊，好好，赶快写下去，嗯。哎，这个也不错，这题也不错。如果题目已经列出来的话，我要请队长带着你的发言人到前面来。你要选一位发言人，跟着你到前面来。你自己选。嗯，你自己选哈，不要选我，因为我太忙了。哎，不要让发言人，快点。那就不要，他刚来，不要。三个人才选。大哥好了，大哥好了，大哥，大哥你去哈，啊。哎，大哥好，大哥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交卷。交卷。哎，赶快，我们第一名，赶快，快。老师，我们第一名。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哎，八。我们欢迎阿尔组组长以及他的发言人。对对对。发言人的大名是。周大哥，周大哥。周东的周。明天的明，光辉的辉。好，我是小弟。明辉大哥弟哈，好，都可以，大弟小弟都可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花1分钟的时间来听阿娥问我。